听山了多少英雄的宝藏，天下大乱斩杀多少英雄，几多春秋朝代使用的对路，不换着旧世纪两好说，乾坤转动好感觉莫不英雄，谁对空杀有两下子提案用提度的英雄，红娘天昏庸转在为迎击战略下秦下红，共我空天梦满街残用英雄挂起杀天地随地名街动火，山了多少英雄的宝藏，天下大乱斩杀多少英雄，几多春秋朝代使用的对路，不换着旧世纪两好说，乾坤转动好感觉莫不英雄，谁对空杀掉天会下金下红，共我空天空安在山用英雄挂起三天地水电灵地动天你火攻，天地